来玩这款游戏，交叉命中。这个游戏推出的时候，好像只有英文跟韩文可以做选择吧。已经推出一阵子了，来看一下有没有中文吧。哎呦，角色好可爱啊！跳。其他的技能。刚刚那个好像是防御耶，对，防御，然后会进行反击。等于是一招攻击，一招防御啊。哎，新伙伴出现了，那么厉害啊，骰子。好凶哦！瞬间被围殴哎，还可以再切换吗？好，这个看起来像法师啊，整体做的还不错，可惜没有中文了，撞名声。随便给他一个英文吧。退关了。学妹子。好厉害的雷电啊。这边还有自动战斗跟加速诶。妹子第二招好像增加增益效果。包夹，嘿嘿，挺不赖的。如果英文造诣好的人是可以玩看看的。角色的强化页面升级，信箱引出了一些微薄的奖励。好，七日签到活动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其他地方，左上方没办法按哦，可以的，现在可以选择日语啊，英文日语这样子啊，日语看起来会比较舒服吗？右上方是主线关卡。勇者，那我现在有角色可以抽吗？好像还不行了。一至二。
袋鼠跳跳跳的时候按两下，它好像会顺过来耶，还是怎样的情况下它会来我的后面？哎，看它出现了。连段打击，喂，袋鼠跳跃过关了。要多了一位伙伴呢、啊。这样子我就有三位啦。这也是妹子，所以要强化她。三位都上阵。好，进来。等。我们操作它吧。哦，狙击手，救救救救救！你看，按两下的话，它好像会集中哎。哎，又不行了。让我狙击一下，让我狙击一下。嗯。这啊 ，boss 来了，好大一只啊！哇，三个人输出爆表，瞬间就把 boss 给打趴了。开加速，还有自动战斗，解放双手。哦，电脑推关速度很快啊。这类型游戏真的是少见的，很像动作的。哇，仍然是快挂了，都是我的错，因为我都没有强化过他，太无情了。没有强化的结果就是被打趴、啊。哦，接下来就是装备了，好吧。身体还算是不错啦，可惜没有中文。大家拜拜。